晚上好，那也很开心今天在这里能看见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那今天的主题呢，也是我们今天尊敬的徐老师的一个摄影展，那主要是针对这个李白，这个中国的诗仙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唐朝的一个诗人啊，然后就是针对他的一些作品去做的一些摄影。那我们也很开心很荣幸能邀请到我们的徐老师到现场和我们去分享。徐老师您能听见我说话吗？徐老师，徐老师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徐老师能听见，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我说话吗？能，现在可不可以听见我说话？可以是吧？可以的话麻烦您挥一下手。哦，好 OK， 好的，谢谢，没问题。那这个现在沈先生还是在介绍您的一些过去一些生平啊，一些作品什么的。那相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透过这个徐老师的一个作品啊，去更好的去了解这个李白，这个我们的已故的一个诗仙的一些作品。那也很荣幸今天能邀请到许先生徐老师来到这儿和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大概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讨论，那也邀请徐老师给我们粗略的做一个介绍。Please remind the speaker to use the mic. 关于李白的这个。Oh yeah, there's no mic. 做过很多展览，也知道好多人，别人都问你说你一个。你怎么会去拍摄李白做这个故事？今天我也在那个理工大学给做了一个交流，跟学生做了一个交流。我40年前就1984年2月在广州买了一本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写的李白的一个诗歌的一个册子。那么松浦友久是一个汉学家，他对李白研究得非常细，在80年代初能够得到一本这样要解读李白诗歌是很难得的。从那会我就很喜欢李白的诗歌，也那个时候就会背诵李白诗歌。真正拍摄李白的这个计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缘由。2013年和2014年2年间，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沿着长江就从重庆移植到南京这么一个过程去拍照片。在这中途里面我就发现，就只要到哪个地方它都有个李白诗歌的故事，就包括长江三峡、武汉、黄鹤楼、庐山，特别是李白终老地是在安徽当涂。就经过这2年这么一个游走，我就决定把拍摄李白诗歌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摄影项目。那么当时到什么时候能够拍完并没有一个设定，正好到了去年2023年，我在李白江油纪念馆做展览的时候就把这个拍摄项目给完成了。
Bem, então agora há pouco ele explicou mais ou menos de onde é que vem o interesse por Lipaia. Ele disse que em 1984 ele conseguiu um texto, um livro de um sinólogo japonês, né, e que explicava o sentido profundo das poesias de Lipaia. Desde 1984 ele tem esse interesse vivo pelo poeta. A partir de então, né, ele continuou a estudar Lipaia, mas a primeira vez em que ele idealizou o projeto de viajar pela China tirando fotos dos lugares relacionados a Lipaia foi em 2013, quando ele e um colega da agência, não é, eles tiveram a oportunidade de visitar uma série de lugares. Os lugares agora me falham a memória. Então, depois dessa primeira viagem, ele passou a repetir regularmente, né, essas temporadas, né, em busca dos lugares de Lipaia. E foi dessa forma que, até o ano passado, né, ele já acumulou 10 anos de peregrinando junto a Lipaia, conhecendo os lugares, tirando as fotos e acumulando esse material. Então, em sua opinião, como o senhor vê Lipaia? Qual a importância que Lipaia tem? Por exemplo, 那李白他不仅是一个诗人啊，他也是个哲学家。就您怎么看待李白这个人呢？我觉得李白，首先嘛，我觉得做一个摄影师，如果我能够沿着李白的这个走过的路径，我去重复李白的这一个路径。在我自己生中里面，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咱们的交通这么不方便的时候，李白还能够走那么多地方，写那么多的一个诗歌，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家、诗人或者做李白研究的，他们更多是用一种文字上去研究。还有一些画家、书法家，他们更多是用一个绘画去表现。如果我能够用影像，用李白诗歌地理去还原到李白诗歌的一个意境，比如说李白那个《庐山瀑布》里面“飞流直下三千尺”，李白太多诗歌是给我们一个后人产生了一个很多想象的。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我的这个影像来解读李白当时的一个诗歌，这对我来说，一个摄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而且我可以慢慢的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为了拍李白这个诗歌，其实长江我就走了有五次，黄河走了三次，再有一个就是之前好多地方我没去过的，因为李白的诗歌，你看“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我会远到玉门关去。天母山，李白的那个《蜀道难》，《蜀道难》想象里面是一个非常险峻的。那我到了那个地方，我能够通过我的照片、我的镜头，我来解读，这也是我在旅途上拍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乐趣。Bem, então eu respondo essas perguntas enquanto fotógrafo. Eu sou fotógrafo. Eu acho que há diversos tipos de formas de você. 那他现在也是在重复帮你粗略的翻译一下，说您就是沿着这个李白先生的这个路径啊，就是一路以一个摄影家的身份啊，因为感受到当年其实交通是非常的困难的，在唐朝的时候，那到现在他能去到那么多地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然后你也说到主要的研究就是从这个
个文字上面或者是画画上面去研究这个李白的这些诗歌嘛，但是你希望从一个地理拍摄或者是亲身实地去感受到，就是去理解当时这个这个李白在作诗的时候的心情，或者是他沿途的一些风光美好的东西希望展示出来。然后也提到了您去了五次的长江，三次的黄河，还有玉门关、蜀道难等等的，这些都是你在这个旅行路途中获得的这个乐趣，也是这个旅途有意义的一个点。他现在就是在翻译那些地名。Por exemplo, eu visitei esses lugares na província de Sichuan, na província de Zhejiang. 就说您去过了四川，去过了浙江，就是随着李白当年的脚步去，跟随他当年的脚步去重新的去游览一遍祖国大地。啊，对的，对的。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因为我看我的观众呢，大家还是对李白不一定是非常熟悉的，虽然大家已经听说有李白这个伟大的诗人呢，但是大家还不是非常了解他。因此呢，我就想问您，您会怎么这个哺乳国家的这个新的群体介绍李白呢？Como o senhor sabe, Li Bai é uma figura muito conhecida n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mas... 就重复一下他刚刚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想您介绍一下李白，因为就对于他们来说，李白虽然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但是实际上他对可能葡语国家的一些朋友，就是可能不太了解，你怎么去向葡语国家的人介绍李白呢？李白他首先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这个是必须确定的。但我对李白他的一个兴趣是他的这一生里面都在旅途度过，让他写的诗歌，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写的诗歌是一个风格，像他在湖北安陆的时候他写的那个诗歌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就有一个说法叫“酒饮安陆，蹉跎十年”。那会李白写的诗歌，比如说他有一首诗，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就说“问渔何意西壁山”，就你问我为什么住在山里面，“笑而不答心自闲”。我就只给你笑，我就不回答。桃花有水，桃花，有然流水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对他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生活，这个环境跟他写的这个诗歌有挺大的关系。那么当李白到了中年的时候，请稍等，我先把这些翻译了。Na verdade, eu diria. 那他也是帮您做一个翻译，就是说他首先确定了这个李白作为一个在中国诗歌史上，以及说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呢。他其实在这个生命很大一部分呢，都是在他的旅途之中度过的。那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呢，那就去了。这样去了湖北，对，然后就是他现在说他当年的这个诗歌是带有一种平静的一个状态的，然后他现在就用葡语把您刚背的那首诗歌去朗诵了一次。那么李白作为中国诗人里面，他是你现在讲那个他成熟的时候，成年的时候，对，那么李白他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他其实是一个能够到了皇帝的身边，在中国诗人里面是非常少有的，而且他那个时候写的诗歌又是另外一个风格。那比如说杜甫在《九中八仙》里面就谈到李白是其中的一个，刚才我们这个老师就问我，哎，李白是否跟杨贵妃有一些什么关系？那我就拿到这瓶酒，这是我请我朋友画的一个杨贵妃
清平调的。你看他当时在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写的诗歌又是另外一个风格。没，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李白这个中年的时候吧，就是比较年轻过后的一个阶段。那当年呢，其实那他已经是对这个政治仕途比较感兴趣，那他最后也是成功到了这个皇帝身边。作为一个以一个诗人身份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成就的。Certamente essa passagem, esse período da vida de Li Bai teve uma influência sobre seu estilo. 那所以这个时期的李白呢，他的诗歌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啊，他的诗歌的一个特质。然后，nesse caso, essa foi a fase em que ele começou a。然后这个他也说到了，李白是一个很喜欢酒的人啊，很喜欢酒的诗人。然后他就说了，您今天带来的这一瓶白酒，这个是一个杨贵妃的这个酒。然后他也说到当时李白进入到宫廷，然后就等您继续去分享。咱们这么说吧，就是长安。西安现在的长安对李白来说，李白从他年轻的时候，他一直就是想去谒见，去通过举荐进入这个朝廷。他的那个志向是功成以后再去隐退，有这么一个想法的。在朝廷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生高光时刻，当离开朝廷时候，他的诗歌风格又是另外一个转向。Pois bem, então depois dessa passagem meteórica pela 那也是说到了李白这个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想透过举荐，或者是其实进入朝廷对于他来说本来也是他一个人生的目标。那所以说到最后他离开了这个政治的一个政治场以后呢，他的诗歌也是有一个新的风格。李白有一首很出名的诗歌，就《梦游天姥吟留别》。那实际上他《梦游天姥吟留别》，他是已经到了赤金返还回到山东以后，这个时候他准备往江南这边走，所以写了这么一首诗，开始了他人生另外一个游历的一个阶段。这个诗歌是什么？就是海客唐瀛洲，烟波微茫信。在他想象中，在直江有一座山，它是一个很神仙的那个山，它也很高，很有仙气。所以在他想象里面，他是怎么去游历的这么一座山里面，写出了很多梦境里面的一个意境，梦境以后又回到了一个现实。所以李白的诗歌里面有两句，就是说安能执梅吹又是前归，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就好像是李白一个不向权贵妥协的这么一个，一直就是从这首诗来讲他的这么一个思想，就是说他还有一些入世的一些志向，是这个意思吗？他其实他是李白一生都是在入世和出世之中。好的。进朝廷是入世，离开朝廷是出世。43岁。Pois bem, então Li Bai, não é? Depois nós estamos entrando na fase final de Li Bai, quando ele tinha 43 anos. 那他也说到，在李白43岁的时候呢，他是离开了官场，然后回到了山东，然后是准备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一个游历啊，就是想往这个江南的方向，就往南边走。
然后他就是引用了您刚刚说的这个诗歌，就是他现在在尝试比较意境的去把你刚刚背诵的那个诗歌去解释给这个他观众听，就是说大概是他在梦里面，他是想象中他去游历了一个充满了仙气一个仙山呢、啊，他在梦境中就是李白是在这种就是。也是有一些诗句去描写一些他的梦境或者是他想象中的一些意境啊。那就是他用这个诗歌也是去表述了描写了他自己的一个梦境或者是他的一个想象里面的东西。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那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就是公元757年安史之乱。那内会就是为了平定这个安史之乱，永王的两个儿子就出兵讨伐。那当年李白是住在庐山里面，那么永王的一个那个唐玄宗一个儿子。永王就邀请李白作为他的幕僚，最后就发生了唐玄宗两个儿子之间的这么一个为了这一个权力之争，那李白最后也是落了一个密谋罪，就要发配到夜郎，这个是他人生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那他说了就是在当年那个安禄山的时候，就是在公元的这个757年，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要出兵去讨伐，然后那李白他当时是在庐山的，然后他也是被邀请作为这个其中一方的这个幕僚，那他也是出山了，就是。那。他也说了，这个是当时这个安史之乱是一个类似当朝争权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斗争嘛。那李白虽然出来了，对，也是对流放了。对，所以当时李白流放的时候，就一直从江西那个九江。一直就沿着长江流放到了白帝城的时候，就公元759年，朝廷遇到那个干旱，所以就要释放一批人。那个时候李白在白帝城被释放了，他就很高兴地写了一首很著名的《朝辞白帝彩云间》。那他也说到啊，就是这个公元759年的时候呢，他李白是从这个江西九江这个地方开始是要被流放到了这个。他也说了，就是这是一个中国传统一个文化，就是比如说在天下有这种大规模的一个灾情的时候呢，皇帝就会去就是释放一些罪犯啊，或者是做举行一些祭天的仪式，从而去希望就是上天可以缓和一下这种大旱啊，或者是这种天灾啊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就说李白就是在白帝城的时候被释放了，他可以回到朝廷了，对不对？赦免了。那么他就可以过着自由的生活。内会他就沿着长江下就到了现在的武汉，还有洞庭湖。这个时候李白写的这个诗歌又是一个诗歌一个风格很大转变。那么李白有一首诗歌就是那个衣裳好入名山游，就说大概就说他已经是对这个政治没有什么抱负，他就是又回到一个游山玩水的一个那个状态。是首诗：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
名山有五岳，就中国的有五个很出名的这个岳，所以李白这首诗一生好入名山游，也可以概括了李白一生中的这个游历的这么一个生活。Então, justamente, depois de ser... 那、李白啊，就是在、被获赦特赦以后呢，那他就是、就是已经是就是对这个、官场啊，对这个政治生涯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了。那他就是沿着这个长江去了武汉，然后他也就是在 这个过程中、啊、写了、对洞庭湖写了一些、他喜欢的诗歌、对的。那后面这李白在生命最后的三年，那么李白其实过得很艰难，最后他到了安徽当涂，就投靠了他的一个直叔，直叔并不是他的叔叔，是一个辈分上的，叫李阳宾、李阳宾收留了他，他晚年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最后他把他的一个诗稿交给了李阳宾，李阳宾给他出了一个大概一个传记。现在我们根据李白的很多重要的他的生平，比如说他从吉尔吉斯岁月城来返回到中土的时候，也是根据他的这一个编年这个这样来推测的。那这个李白啊，这个他的生命也差不多到尽头了，就是他也差不多剩下就是可能三年左右的性命。然后他当时呢就是那他当时已经是没有收入了，他就过得也不是特别的富裕，就是比较艰难。那他到了一个安徽的一个地方，投靠了他的一个直叔啊，一个类似亲戚关系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吧。然后也是这个李阳宾这个人，就是他这个亲戚，他这个直叔给他出了一个书。那这也是他的这个状态。对的，去年有一部那个动画片叫《长安三万里》。那《长安三万里》确实是让李白的这个形象，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比如说，现在我对面的那张照片。那去年呢，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个以李白作为一个其中一个角色的一个这个中国的动画，叫《长安三万里》。我现在这张照片是李白生命中最后一首诗歌，叫《林鹿歌》。那这个是李白生命中最后的一个诗歌。这个照片就是根据他当时的这个就是这个意境拍的。李白说：“我像一个大鹏一样向天上飞，但是我飞到一半，我的翅膀给直下来断了。孔子这么多年都没人记得他，我死了以后还有人记得我吗？”就发出了一个很大的感慨。Então, a poesia muito triste, né? 那他也说了，就是李白在就是快死的时候，他是比较一个郁郁寡欢的一个状态。那他当时，那他现在，他也说了，就是这个大鹏啊，就是他把自己比喻成为一个大鹏。那飞到一半的时候，他的翅膀就是断掉了，折翅了，那他就飞不下去了。那比如说他像一个大鹏的飞到一半的时候，但是他就是再也飞不起来了。那他也觉得说就是孔子其实他在过世了以后也没有托特别的人记起他，那究竟他自己李白这个人他自己在死后还有多少能记住他呢？那他这也是他当时的一个心境。Fragilidade, sua mortalidade. 其实非常幸运的是，李白身后太多太多人都
记得他，包括唐代诗人的那个白居易，也写了赞颂李白的诗。苏东坡历朝历代都会有非常多的人去那个纪念他。那虽然说李白是在这个比较担心比较郁郁寡欢的这个状态下去世的，但是实际上呢后世的很多一些名人啊，或者是就是一些诗人啊，白居易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还有一个苏东坡等等的这些著名的诗人，他也是会就是把李白写到他们的诗歌里面，或者是写一些作品去赞颂这个李白在过往的这个历史。那么今天我能在这个地方把我拍摄李白的这个诗歌照片献给朋友们，我觉得我也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Então, depois de ter escrito em traços gerais, 那也很开心啊，就是也希望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的一些作品，随着这个李白的这个路来去了解李白这个人。我们为李白喝一杯。Okay. Então agora vamos tomar um brinde, vamos fazer um brinde em honra de李白。Pois bem. Ah, sim. Pois bem. Bem, então depois de sermos brindados com essa apresentação brilhante. 那很感谢这个徐老师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现在会有一个另位的嘉宾，这个 Carlos Mulay 先生来加入我们。Que tem regularmente realizado contribuições para a promoção。那这个先生也是一个很对中国文化很有认知的一个先生啊，他也是定期和我们这次的举办这个Ricardo 先生一样，也是会定期举办一下和中国文化有关的一些展览或者活动。Eu me atrevo inclusive a dizer, né, Carlos Moraes José ele publicou uma tradução。那甚至说这个我们现在新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对针对李白的作品呢，或者是针对这个李白的生平，也是做了一些发布了一些翻译版的一个作品，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更了解的这个李白的这个人。他现在在鼓浪屿，在厦门。那他也是说鼓浪屿是个很漂亮的地方，值得大家有空去看看。那他1990年的时候来第一次来澳门，就是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李白先生的一个作品。那他非常的就是敬佩他李白先生的这个无论是他的人物特质也好，也或者说是他的一些作品等等。那他也是就是发现了这么个人以后，对他非常感兴趣，然后从而去做了更多的学习，更多的研究，去看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文学等等的，去了解这个甚至说他也是去了解了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五岳啊，或者是道教的一些概念啊等等，他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学习。那所以在他越发的研究或者学习的过程，他就被这个中国的文化，特别是李白的这个文化，就是很吸引了，所以他就是写了一个这么关于李白的一个专题。那他也像您一样呢，就是随着这个李白的这个路线，就是去走了一遍。
然后他甚至说也是写了用普语去记录了一下他的一个这个路线路程，因为他也是透过像您这样跟随李白的足迹去走了那一路，然后他也是感受到了这个诗人在当时游历的时候看到这些风景在什么样的意境下，感受到了他那个他这些诗词歌赋里面所指带来的这个意境。那所以他就是也是在一边游览的过程一边感同身受的体验了这些人间仙境或者是这些很漂亮的地方后，他再以此为一个基本上面去做出了相对应的更贴合这个意境的一个普语的一个翻译。那他也说到，因为就是其实翻译的话，中文到葡文，中文到英文，什么样的语言，其实翻译是不难的。但是如果说诗歌怎么样去翻译出这个意境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说，他真的要只有在感同身受，在有这个意境下，他才能更好的去做出一个更贴切、更能把这个真实情感传递出去的一个好的一个翻译的一个诗歌。Passa para o ramo, passa para a flor e o fruto, é impossível transmitir a língua portuguesa. No entanto, nós fazemos o possível para nós vencermos.那虽然说就是在翻译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传递上的文字上表达上面的不一致，但是也希望可以透过他的这个更贴切的一个翻译，把这个精神把这个意境是可以尽可能的去传递出去。因为中文是一个很美的语言，也有很多很优秀的这些诗人。那当然葡萄牙也有一些就是很有名的诗人，比如说我们后面的这个贾梅士的这个诗人等等。然后李白当时也是他不仅是在诗歌上面，他在官场上面，甚至说他用剑或者是他喝酒等等的这些他的一个性格一个人物的一个特质也是非常的就是特别特别引人入胜的一个这么的一个一个人物。那比如说在当时他这么在当年交通的这个不是特别发达情况下，他走了那么多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壮举哦。那他自己呢也是个四处去旅行的人啊，虽然他也就是说了就是李白当时的这个交通情况和现在当然不可以就是比啊，但是他也是很欣赏很崇拜这种生活的一个态度，很欣赏这个生活的一个态度。那所以其实其实他说到了这个葡萄牙著名的诗人贾梅士也是和李白一样，也是就是走来就是四处不同的地方去，然后也是有是一个行动的人，他也是四处的去走访不同的地方，或者他也是一个把一个绅士带着一个绅士的精神去走到不同的地方。那他也说到就是李白当时对这个在官场上面他做的一些建议没有被采纳呀，或者是他在仕途上的一个观点可能不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也是这也是所以李白在
在当官的时候，他其实感受到，他觉得可能当时的这个皇帝可能的方向跟他不一样，又或者是重心也不一样等等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李白其实在某就在官场的一些那个阶段写的这些诗，也是有时候会带有一些批判的性质。但虽然说就是当时的皇帝其实很喜欢李白的一个诗歌，但是实际上如果说回到了本质上面，其实李白的一些政治观点或者是他的一些建议永远是没有被采纳，也是比较当时皇帝的重心没有顺着这个李白的这个建议走啊，所以然后当时他还甚至有一首诗就激怒了当权者，然后所以他就被流放了，就是被远放了。那他还是有捕鱼，捕过一段时间，成为一个捕鱼人，然后也是。然后因为他当时是在河边水或者是水边生活，那对于道家来说，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那所以李白也是把这些自然的一些元素写进了他的一个诗歌，因为中国道家的这个传统观念跟欧洲的这种诗歌派的这个文化其实是不是太一致的，所以但是那当然了，我们也是很辛苦的，就是很努力的去做了一个这个李白的这个诗歌的一个翻译，然后也希望这个借着这个机会啊，可以有让更多的外国的朋友感受到中国的这个文化，感受到李白这个诗人的一些这么美好的作品。那也很感谢这个我们的徐老师啊，这就是拍摄了这么多这么漂亮的照片，能让我们更具现化，就是更好的去了解这个每一个诗歌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故事，或者是当时的一个意境。那也希望啊，在未来啊，就是会有除了今天这个讨论，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种机会呢，去更好的把这个把李白的诗歌，甚至是把中国传统的这些诗歌推广出去啊，不仅是只有李白，还有什么杜甫等等一些很优秀、很杰出，在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些诗人，他们的作品其实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欣赏、去阅读的。那我们未来呢也会继续去努力去从这个方向去着手，就是我也会继续尝试把这些著名的这个作品，这些优美的作品呢、带到用普语的形式去展示给我们的一些同胞看。然后也很感谢就是徐老师的这些作品，这些照片会让我们更生动的去了解这些李白先生的一个意境，这个心路历程，以及是他的这些每一首诗歌后面的这个故事。那他也觉得这个诗歌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东西，也是可以传递很多的一些，就是每一个诗歌它里面包含的内心内核的一个价值，也是可以传达很多东西出来的。
nós temos de infinito, do infinito que depois那也是在我们其实在迷茫或者是自我探讨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去思考，就是诗歌它所为我们带来的一些意义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文学这个概念这么重要，它也就是由这些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所组成的一个概念。而且这也是就是我们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藏，算是。那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卡尔斯·穆雷尔先生的一个这么一个简介。那他也说，就是透过这个这些历史的作品啊，在这这。透过这些作品可以一窥这个历史的历史的故事。然后他也有说到提到就未来会继续在诗歌或者是文学作品方面就是去做一些努力的翻译。那我们现在想问一下各位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进入这个问答环节，就是现场的如果的观众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徐老师以及我们的 Garush Muraish 老师，也可以大家。我觉得能够把李白的诗歌翻译出去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就包括我从最开始对我的影响。是日本的这么一个汉学家松浦友久，松浦友久先生写的那个李白诗歌的这么一个集子，应该是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那其实我也是通过松浦友久先生他的写的李白的这个诗歌，就翻译成中文，受到的这个启发。文学诗歌包括这个影像很多东西中西结合，中西互相的一个交流沟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我也希望我以后我的作品可以通过展览或出版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李白的诗歌和李白的一个写过诗歌的这么一些地方。Pois bem, então depois de ouvir a fala, 也是翻译一下您刚说的话，就是其实这个您也是从这个日本的这个一个汉学家很有名的汉学家松浦友久的这在这个70年代的作品开始去了解到这个也感觉到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翻译成一个外文去传递出去。这个就是他说这个汉学家这个日本人。E por incrível que pareça, não é? Foi esse o ensejo para que eu mesmo começasse a me interessar por Li Bai. 也是透过从此开始爱上了这个李白啊，就是徐老师您。É importante continuar a fazer traduções, não é? E eu também espero por meio de outras atividades, por exemplo, a palestra. 那当然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种推广类的活动，不论是展览或者是讲座等等的。Pois bem, então, mais, né? Nós podemos concluir. Tem uma coisa, se fosse possível, que eu tenho pena de não poder partilhar desse vinho maravilhoso. 他说很可惜啊，他没有在现场和您品尝这个杨贵妃酒。这是李白酒，我做了两款酒，今天一个李白酒送给了一个朋友，因为我到了澳门以后，他对我的热情特别接待。我只能用李白酒送给他，留下这个酒。今天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气氛里面不喝点这个酒，我这个思路，这个人不会这么放松。对的，谢谢。Pois bem. Então muito obrigado, né? Eu quando eu vim a Macau, né? Eu pensei qual presente que eu posso dar. O único presente que eu posso dar são esses. 他也说了，就是您把这个酒送给了朋友，然后也是感谢他们对您在这个澳门行程的这个非常好的接待和安排啊。
那说也是下次有机会和另外的这位 Carlos 先生一起去共饮一杯，然后共一起聊李白。谢谢。我希望以后我们三个人能够坐在一块，拿起酒杯，面对面的喝酒谈李白。Pois bem, então eu termino minha fala apenas manifestando o meu desejo de que um dia nós possamos os três, né, dividirmos então um brinde a李白。Também gostoso. 他说谢谢谢谢。我也希望，当然谢谢您。谢谢。